刚才我们在家里把帐篷拿出来试了一下，出来又买了一点下礼拜去户外的东西，然后晚上太晚了，回家不要煮饭了，我们就要来吃烤肉。日本烤肉，其次是我不怎么能够吃的东西，吃的我少吃一点是油腻的，少吃一点就好了。Leo 和 Wood 是第一次来吃烤肉，出生出来第一次带他们出来吃烤肉。日本的烤肉其实挺好的，这个牛都是我们滋贺本地的晋江的牛。我们晋江牛，其实看上去都很油啊，而且是对我来说都不是很好的，我少吃点就好了。这个肉不错啊，挺油的，就是有米糯米，你肉好不好吃？韩国烤肉，这是韩国菜还是日本菜？这是韩国的。今天我们到隔壁的爷爷奶奶家来吃饭，他们招待我们吃饭。Leo 呢，我的呢，等不及了。这个是韩国的葱油饼吧，特别好吃，就是他们家自己种的菜，种的就是葱油饼，整天来的。给他说了，要等爷爷奶奶上来一起吃，先给他吃了一个，叫他们等一下。iPad， 装好。你要放下，等爷爷奶奶吃了，放下来，等一下哈。我等你能不能等一下？可不可以等？电视。韩国鼓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韩国的鼓啊，打鼓啊哈，韩国的鼓。他们家这个52英寸的电视是我送给他们的，也不要送了，就是我多余出来的。我才买了2年多，我就不要，我们搬了新家放不下了，我就把这电视送给他了。才2年多，不过现在电视挺便宜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到他们家来吃那个，他们招待我们吃韩国冷面，说是市场上没有的，是纯地道的韩国人吃的韩国冷面。但是招待我们都不好意思，我们两手空空的过来。因为呢，他们夫妻两个平常吃的都是纯天然的食品，我们去先买一些礼物给他，他们也用不上，他们社会上的东西都不是纯天然的，所以说我们也没什么东西送他们，到时候再想想，有其他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送点东西给他们吧。对，有很多可爱的小玩具是吧？现在不能吃，等一下哦，你要等一下哦，听到没有？吃饭要等人家，等爷爷奶奶来了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坐好，等一下。对，你看抱。这个爷爷做的，那个奶奶做的。等一下，哎，韩国奶奶出来，你要跟说韩语，说아니하세요，说一下，你说一下。아니하세요。아니하세요。哪家来的说？아니하。阿尼哈塞哟，你说一下，阿尼哈塞哟，萨拉哈姆里达，我只会这两个，走，萨拉哈姆里达，你男的爷爷奶奶，他们家里后面，好多好多树，他们家冬天取暖都是靠这个。天然的那种木头烧木头的炉子的木头，非常非常暖和。他们有时间，我们山上又有木头，像我们这样没，我们住宿都没有时间，所以说我们冬天就觉得没有炉，加暖空调，他们家全部烧这个木材炉，
陕北可以还可以烤地瓜的。我们东北大概是这样子吧。我们两个退休了以后的回到这山里来，我们也这样，我们在这新找房子稍微给它翻修一下，也去做这种屋里的这种火炉，做一个，然后在上面烧木头，冬天特别暖和。我是说就你吧，我改我的，もう一回やって。あ、もう一回。オーダーこれ帽子かわいいね。これ帽子買ってあげる。欲しい？うん。目はちょっと大きい。これ。目はこれ？これがいい。ん？なに？オーケー。Bye.